很多明星大牌结婚呢，天价彩礼满天飞。那么就有疑问了，天价彩礼到底需不需要缴税呢？根据法律的规定，结婚彩礼是属于赠与行为。赠与行为呢，是不需要缴税的，就和微信红包一样。不过为了限制如今天价彩礼满天飞的现象，国家今年也出台了民法典彩礼新规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。也就是说，女方家人索要天价彩礼，或者是说借婚姻敛财，是被明令禁止的，但是不代表就可以不要彩礼了，在合理的范围内依然是合规的。